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刘哥，你在哪儿？新闻说你杀西蒙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徐刚已经死了。初步的证据显示，通缉犯王新元因分赃问题将徐刚割喉杀死。你已经被警方包围，跑不掉的，自首吧，元哥。徐刚不是我杀的。古天乐、轩轩领衔主演香港最新动作电影。你抓了我，真凶一样会亮相。犯罪现场，10月17日火力全开。